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49集。我们这我会可能会分个几期吧，来把魔方的大力神做一个各方面的组合变形说明。然后我已经将他的大腿这个原本这个绿色的部分呢，我已经把它替换成这个灰色部件。那如果你要把灰色部件替换的话呢，连同它上方的这个紫色的这个部件呢，是要一起整个都拆掉的。然后还附带了这个膝盖的这个部件，一并呢将它安插上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裤叉的部分，我也直接做了个替换。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把它装回去原来的一个造型。那脸部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愤怒的一个表情啊，这可以说是大力神的基本配置了。那么武器的大枪啊，没有任何的发光的装置啊。然后眼睛的部分呢，也是属于没有发光的。魔方的这一款的话呢，做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啊，整个玩具拿起来的手感非常的沉，然后你可以看到许多的合体的部件，那说明书的一个说明的话呢，还算详细吧，但是有一些细部的操作呢，可能还是要实际上操作一次呢，可能用影片可能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然后这款玩具的话呢，其实网上的一个开箱呢也已经做了不少了，那我的话呢，就也把我自己。啊，会把我自己在组合过程当中呢，需要特别去注意到的部分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直截了当的呢，把先前已经完成合体的这一款 NA 的大力神的话呢，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首先身高的话呢，魔方大一些，体型也更加的壮硕。然后绿色的部分呢，可以说是第一个会让你发现到的。相比做这个 NA 的时候呢，还没这个感觉，但是跟这魔方一比，怎么发现这个荧光绿的部分怎么这么亮啊？包括它的紫色也整个都是一个亮色的。身上的细节的话呢，我们光看这个，别的不说，我们光看这个大腿部分就好啊。这个 NA 的细节啊，就是几个刻画而已。但是呢，这个魔方的话呢，可以说是整个的部分呢是大大的加强了许多。玩具的重量拿起来的话呢，魔方也会比较沉重一点。四肢的比例呢，这个NA 的话呢，显然是比较细长的，这一款直接壮硕的非常的多。那其他的一个涂装都有一些就不一样。背包的话呢，也给各位做一个对比好了啊。背包的话呢，一样呢都是拖斗的这个车背部分都是背在后面的。NA 的这款也是一样，但是 NA 的这个比较小一点点啊。以人形的比例四肢来说的话呢，NA 是。简化了很多的细节，然后换来一个更简单的一个组合变形把玩。整体来说呢，我很难告诉你说哪一款是比较优秀，应该是说它的设计的面向呢，就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么 NA 就是简单快速变形，那魔方的话呢，可以说是在变形的设计上面、组合的分量感上面呢，是丝毫没有做任何让步的。一旦能把它拼凑起来的话呢，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把它们呢从六辆车子呢组合成这个大力神的时候呢，说实在话，整整花了我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应该说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工程呢，把它给做一个完成啊。那细细回味起来，这一路上的话呢，我想魔方也是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啊。还有跟 NA 呢做各方面的对比，所幸啊，我只能说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成品的话呢，除了变形比较复杂，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想要高速体验这个来回一轮的这个过程，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啊，花点时间把它组合的话呢，那么这款玩具呢肯定是不适合你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一个时间空档的话，你愿意呢去花一点时间把它组装起来的话呢，这一款的变形呢其实呢并没有说特别的复杂，容错率呢也是比较高的啊。它呢卖点的话呢，就是在它与高度的还原，还有不是很占体积啊。这个玩具其实也就比一个官方的 L 级的玩具呢差不了多少的。我们看一下简单的一个可动啊，那这个头部的话呢，后方的话是有一个关节，可以稍微抬头看一点点。手臂的话呢，两手都是可以完全平举啊，不对，平举的话是有个小极限，360度的转动
啊，都是可以的。这时候也是一样，二头肌也都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90度；手指的话呢，有一个根部，还有一个中间一个关节，以及呢，它是有一个钻头的一个替换件呢，把拳头转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凸起的部分可以做一个结合了。腰身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裙甲的话呢，前面分两片，侧边单独分开来。然后这个内部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为了配合你往前踢或怎么样，它这个地方是可以去松开啊。后面好像没有其他固定的地方，所以在把玩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引咎于这个齿轮关节的话，你可能要往上推啊，再来做一个转动，可能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点。膝盖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然后这一块紫色部件的话呢是另外它在附上去的。那两腿的一个都有一个侧边接地的一个关节，两腿的变形呢可以说是在组合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比较花多一点时间的。然后这个脚后跟的话呢，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变是对还是不对啊，是后面斜两个角度，就把它给撑在后面，类似是一个高跟鞋的一个感觉。后方的这个裙甲的话呢是没有的开的啊，就比较可惜的，也没有很可惜啊，你不太会往后踢了。然后后面的这个背包大归大，但是形状还是比较完整的。那中间这里的话呢，有许多的一个结合卡扣啊，在进行变形说明的时候呢，会再给各位做一个我个人组装上的一个小心得的分享。我们它的组装过程呢，第一个呢最简单的呢就是这台推土机了啊。它的过程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地方呢做个简单的一个撬开啊，这里是有一个滑槽的。然后呢，记得啊，它的这个两手臂呢是有限定的，它的话呢是要安装大力神的左手的部分，你要把记得给左手给拿出来。那如果你左手不会分怎么办呢？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如果你连左右手都不会分，那其实就是只需要把这个拳头呢给转出来。这个地方记得把它扣上去啊，然后看这个拇指的位置啊，这是左手的位置。那我们就把这个左手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限定的一个关节的一个组合卡扣，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左手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部分。那它的一个跟本体的组合位点呢是在这个地方啊，到时候呢会跟本体靠这个地方来做一个锁扣。右手的部分呢，难度呢也是比较低的啊，我们只需要呢把这个地方呢露出来。然后先把这个手部给拿下来，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结合卡扣啊。那我们刚刚有提过了，这个两手的话呢，它的一个组合的凸位置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地方，以这个形象，这个地方把它扣下去啊，就下面这个凸啊，这里上面两个各有一个凸，两个黑色的凸呢去扣灭霸跟纳美克星人啊，从这个地方扣下去啊，这个手臂的一个组合就算 OK 了。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个怪手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时候呢，按照它的一个造型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反过来做一个组合。那么组合的一个位点是在这里啊。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呢，由于是一个组合金刚的一个手臂啊，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的关节的设计的话呢，是比较偏紧的啊，比较偏紧的。那这一点的话呢，总是为了组合之后的一个紧实度，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说明书里头呢，第一个跟大家解说的呢是这个吊臂的变形过程，但是呢，如果你照它那样子去变的话，你可能不太清楚它的一个用意何在啊。那我的话呢，就直接的先把两手组合完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这个吊臂啊。那这个吊臂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跟手臂的结合位点其实是两处，一处是在这里啊，我们只需要呢把这个手部啊这个侧边这一带，你就把它给打开来。这个地方先往后推，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来啊，这位等一下就结合的一个卡扣之一，另外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这一侧的话呢，就需要把整个这个车子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先把它给解开来。这边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先把它回复到有一点点回复到上一动的感觉，先把这个侧边这一块部件整个的给拉出来。拉出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是要把这一块部件这一块部件把它给翻出来，这一块主要就是要把这一块翻出来了啊。这边这里应该是这样翻上去，这个部件由下转出来到这边，然后呢把这个部件的话呢先把它呢再往前面盖下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啊，就是这个结合的卡扣是要主要是要这个地方让他的手臂来做一个锁扣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手的话呢给做一个组合啊。首先的话呢，这个
这一侧比较简单，这是左手的部分，刚提过了，就把这个地方给打开之后，我们把它给扣到这里，这个地方就把它给夹进去啊，或者说从这个地方给各位看，这里扣进去，然后往下压，哎，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组合就算 OK 了，这个部分再折回来，这只胳膊就已经组合完成了。另外一侧的话呢，就是要把它扣进啊，刚刚提过的这个地方，这个锁扣。那它的话呢，就是要从这里啊，我们一样从这里看到吧，把它锁进去。好，锁进去之后呢，其他的东西呢全部塞回到它原来应该放的位置，全部把它塞回去啊，一样的这个手部啊，不对，足部这个地方一样塞进去，这个地方一样盖下来，然后呢一样的把它的这个大腿缩进小腿，我是说这个机器人的大腿缩进小腿，其他的部分呢全部回复上移动，全部回复上移动，侧边这一块一样把它给往内推进来到这边，好的，全部把它给抵回来 OK 了，我们的这个部分就算完成，它的一个手臂呢还有这个整个肩膀造型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再来呢，这个砂石车的话呢，它可以说是这一次合体里头呢最吃重的啊，连接身体的上下半身之类的。那我们就进行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解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托斗的部分给打开啊，整个给松开。我们要做的部分呢，是把这个轮胎收进它的一个肚子里头，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收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再来，我们要把侧边这个板呢也给收到内部去。那是先这样，先推这块上来，这个板子收下去之后，这里放下来，这个部分才能够顺势的把它给叠下去啊。先推这里，让开过来，这样子，把它的这个板子给收进去。然后的话呢，它的这个组合的一个位点是在这里啊。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呢先放到这里，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不太容易去发现，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锁扣位置在这里，然后。我们把这是前方嘛，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里两侧有两个凸哦，然后这里两个凹，从这个地方，这个说明书的话呢也是真的是尽力了啊，他也想要表达这个位置，但是很明确的是他是很不容易去发现，从这个地方把它给锁扣进去，然后呢这个部件我们就可以顺势的呢把它给往下给放下来，先暂时的到这边，然后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组合部件呢、啊、也先把它给松开好了，从这地方松开，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给组合起来，这个往外推出去，这个部件打开，先稍微的退到后方去，然后呢这里块部件啊，这里合起来之后啊，要把它呢给前后对转180度啊，待会这个孔洞呢是我们啊结合的时候呢是需要去用到的。那我们这里的话呢，这个应该是还要再翻出来吧，这里我们就做一个锁扣的结合，从这个地方两侧做个简单的小结合，你可以先结合也可以先不用，没关系，这个地方把它这个背包先组合好，然后这个地方啊要跟各位提一下，它这个绿色的这个顶盖这里有个绿色的一个图，要扣进这里有个洞啊，这里记得把它给压下去啊，两边都一样把它给锁扣锁紧，最后的话就是把这个部分啊从这里啊两个绿色的凸跟这里有两个绿色的凹把它给扣下去，那扣的时候呢就内部啊这些部件的话呢你稍微去啊做个简单的一个小调整，轮胎刚刚有点干涉到，这个裙甲的话呢可以把它往内放下去，好，到这边我们就可以顺势的把它给推上来到这边做一个组合了啊，然后这些刚刚啊这个先把它给扣上，然后就是刚刚啊这个部件全部把它包覆起来，就形成了它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背包了啊。上下半身的组合呢靠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刚刚提过了，黑色的这个部分要转出来，以及这个地方是翻转之后把这个凹给凸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是对应相对应的洞，这里黑色的凸对灰色的洞，以及这里有个绿色的紫色的一个凹凸的一个组合，由下往上呢把它给扣下去，那这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扣得非常稳的啊。身体呢这两个地方组合完成之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靠这个胸甲的话呢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组合，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紫色的一个凸，两侧紫色的凸就是要扣这两个洞，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这里
像是一个 C 型扣的这个部分啊，它是要锁扣在这个地方。那无所谓，我们直接操作一次给各位看哦。先把胸甲的部分呢给扣上，我们把手臂的话呢先举一个投降的一个手势好了啊，到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那扣的时候是有点盲扣吧，各位就尽量的去把它给扣准这个地方。好，这一侧扣上了，这边的话呢 C 型扣这个地方把它给咬合咬进去。然后侧边这一带呢，这块部件推到后方去之后啊，这里就是我刚刚提过、那个紫色的那个部件要翻出来啊，跟这里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凸在这里，记得要把它给扣上去。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就转过来，好，朝这个地方，它的话呢也是有一样一个锁扣的，是黑色的一个，有点暗，黑色的一个洞啊，在这个下方，哎，打光上打不到，在这里这个地方，哎，看到了、这里有个洞，它要跟绿色的这个凸，从这里由下往上，从这往上面顶上去，把它给扣进去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你要稍微去对准一下啊，对准一下，能不能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然后如果都扣上的话呢，这个手臂呢跟身体啊就算组合好。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这里把这一块部件给松开来，你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这个像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的位置，它就是要扣我们头的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面。这里的话呢要稍微用一点力啊，把它按下去，它才能够推到这个相对应的位置。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就是不能滑动，因为等于是说呢，这个头的这块部件过来的话呢，会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个会滑动的这个部位呢去扣的一个更加的一个紧实。哎，你看这样整个给压进去了。然后我们可以先把头转到侧边，这块部件过来，头再转过来，因为头会稍微压到这个小部件，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部件会显得更加的一个紧实一点点。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整个上半身的一个组合过程呢已经算是完成了。再来是变成脚的这个轮式铲车呢，我发现到呢，它这次附带的这一个最终版本的说明书里头，它的一个变形呢多了一个这个脚掌要翻转的这个流程啊。但是呢在先前他们这个单独就是这两个就是第一波的这个轮式铲车的这个说明书的话呢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不太清楚它这个两者之间有什么，为什么是有两个版本了、可能是我误会或怎么样。那我就按照它一开始那个版本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变形。其实它的一个这个变法的话差别只是在于说呢，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拖这个铲子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扣到这个位置来，它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啊，这个应该是我当时在分享这个玩具的时候呢，我说这个地方要扣上的这个位置。再来就是怎么样呢，把这个部件给打开，我们要做的只是把这个两只胳膊呢从这个机械的手啊这个胳膊的话呢把它给翻出来啊，转到侧边去，转到侧边，先把它给从内部给翻出来，转到侧边，然后的话呢转到这个斜斜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就再次的把这个部件给往回扣回去。那这里的话呢应该是要折一层把它给扣进来，这里是要折一层之后把它给扣进来，捏进去啊，捏进去里头。然后我们就是利用这个轮子的一个后方啊，轮子的后方是有这个绿色的这个凸啊，去结合这个这个上面的这个卡扣啊，这个我们去把它按这个形状，你转到一个可以扣进去的形状再把它给压下去啊，就没有问题了。这边那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也不知道说啊为什么说明书两者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差别，是变法就不同还是怎么样。那我是会挑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方法来给各位做分享啊。这个地方往后推啊，这应该是往后面推上去就行了，到这边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足部的一个组合过程啊。那到时候就把这个地方给拆开啊，进行一个锁扣就算 OK 了。最后我们来到搅拌大师了啊，它的这个变形成腿的话呢，主要的话是在把脚底板的那个前脚趾的部分给翻出来而已啊。
就是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那没关系，我们先把这整个腿的话呢给完全给伸直，伸直之后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这里侧边啊一样先把它给松开啊，方便我们做一个翻转首先是这个 bumper 这个部分跳出来，这里打开旋转这个部件。好，这样子它就是我们这个脚趾要把它翻到前方来，以及呢这里啊这一块凸跟这里本来是锁扣的，那因为我把这块部件往侧边推出去了，它就呢可以方便的我们把这一块部件给往下移下来，它本来是扣侧边，现在我把它移下来扣在下面这里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靠着我刚把这个脚的侧边给推开就可以实现，这样子扣上去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腿的话呢暂时先到这边，另外一条腿的话呢我们也是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先把这个部件都给打开，然后侧边这里拉开一下，接下来处理两个部分了首先是把这个脚尖翻出来，这个地方翻折在这边我们要把这个脚趾给翻出来，再来就是把侧边原本结合的这个卡扣这里已经松开了，移到下面来，到这边转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本来扣在这里，现在侧下来到这边，然后这个侧边这一块把它密合上来到这然后的话呢建议了就是呢先把这个车头的部分呢我们先把它给做个简单的一个就最后的组合之前再给各位做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因为说明书写的是比较繁琐就把这个脚掌原本内外bumper呢做一个反转，还有这里锁扣的这个部分呢本来锁在上面的把它推下来，就是靠着推开侧边这里做一个组合，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把两腿都恢复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形状，那组合回去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小繁琐的，没有关系我建议各位，其实说明书在这个地方的说明我觉得是有一点意思它就是呢叫你呢把整个腿的话呢我们都先把整个腿呢给完全的给打正干脆把它完全给打正，好，在这个情况下把它给捏紧之后我们就顺势的把它往上面折上来到这里，那么折到这边的时候这个脚的话呢这里推上来不过这里不是重点，重点在这个地方这个裙甲掀起来，然后的话呢这里是有一个滑槽在这里，还有上面有个洞，上面这个洞呢是把这个裆部给插到这个缝里头去就等这一刻了这个地方把它给按进去，然后呢下方呢还有一个锁孔可以顺便勾进去这个基本上就是两倍的一个结合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好，扣上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最后上面松脱开了显然是不怎么好，扣进去，然后这个地方推上去那这里的话呢就可以原则上因为它成为一个脚后跟了，那这里的话呢这两个腿这个地方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调节，基本上可以做一个细部的调整，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脚掌这里扣上去脚的一个部分就算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可以推开来，以及这里的话呢如果你要的话吧好像这个可以再扣下来一点点，然后这个部件可以再拉长然后再做这个地方的一个结合，这个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那最后足部的组合呢就非常的简单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部分呢稍微给打开一下，然后呢将这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呢把它给捏紧扣上去到这边最后一步了行百里半九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吧，这里好，看你往哪里跑，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一样的，这里的话是由前后把它给锁扣，扣上去，这边扣上，然后的这个部件的话呢，再做最后的一个组合，在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好，然后底部的话呢，看你想扣在上面那一层还是下面这一层，都是 OK 的。那我们这一款这个魔方所推出的一个工程合体呢，就完成了它全部的一个组合过程那最终的大合体状态的话呢，节目最开始已经给各位
做过示范的啊。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啊，它的一个背包啊，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方块的一个形状。然后一体性的话呢，算是挺好的啊，虽然是多重的组合，但是该有的卡扣呢，可以说是扣的非常的 OK。那我也不确定说呢，在这整个变形过程中呢，我是不是有漏变或者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呢，啊，这个差别的应该是，就算有错误的话呢，也不会相差太多的。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综合来说啊，最大的一个卖点还是在于它许许多多的细节刻画。当然啊，它依然不是完全靠着六个成员去组合的啊，它的一个这个髋部跟大腿的地方依然是使用了外挂的配件。那整体来说的话呢，是一款呢组合过程呢比较复杂，虽然是比较复杂，但其实也没有说到多难了啊。如果你都是以交通工具的形态做出发的话呢，啊，像这两个手的话几乎是没有参与变形的，然后这个腿的话呢，基本上像轮式铲车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两手臂呢给翻出来，那么这个水泥搅拌车的话呢，则是把这个脚趾给翻出来。那比较复杂的可能就是中间的这两个成员了啊。但基本上呢，变形的思路呢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掰个两次的话呢，记忆点很强，基本上也能够记得住了。那今天的话呢，就利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呢，总算把这一套魔方的工程合体给分享完毕。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